1926年的一天，有人退学的消息在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当中迅速地传开了。说起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这个培养了众多军事政治人才的地方，在当时能够到这里学习，那可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那么究竟是谁竟然想要退学，而他退学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位要退学的黄埔学生名叫赵尚志。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整理党务案为由，要求黄埔军校的学生表明党籍，并规定不准跨党。得知这一消息，赵尚志毅然选择退学。原来早在1925年，赵尚志在哈尔滨许公中学读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县一个书香世家的赵尚志，父亲赵振铎是清末秀才，在家乡教私塾。幼年就跟随父亲读书的赵尚志，从小就受到父亲仁义礼孝、忠贞爱国的教导，在心里种下了立志报国的种子。从黄埔军校退学之后，赵尚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回到东北从事地下工作。在残酷的斗争中，赵尚志于1927年和1931年两次被捕入狱，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但他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直到918事变后，经过党中央和满洲省委营救，赵尚志终于出狱。出狱后的赵尚志面对穷凶极恶的侵华日军，他决定拿起刀枪与日本侵略者正面开战。1932年4月的一天，东北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收到了一份绝密情报，说在4月12日的深夜，将会有一辆满载着日军的火车经过城高子车站开往哈尔滨。如果能够炸毁这趟列车，无疑对日军将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听到这个消息，赵尚志当时就自告奋勇地承担下了这次任务。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赵尚志提前来到车站附近侦查，最终他将目光放在铁轨上。当晚他在铁路工人的帮助之下，很快起出了铁路枕木上的钉子，拆掉路轨接头的螺栓，闪身躲进附近的树林里。1932年4月12日深夜，沿着铁轨的方向远远射出一道刺眼的灯光，一辆日本军列缓缓向城高的车站驶来。这时一声巨响之后，顿时天旋地转，整列火车脱轨，从4-5米高的路基上翻滚着跌落下来。由于列车上有12节车厢装载军火、汽油，在翻滚碰撞中发生剧烈爆炸，大火迅速吞没了整列火车。这场事故造成日军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陆军大尉和一名中尉。日军遭受重创，大大提振了各抗日武装的信心。出众的军事能力和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让上级党组织都感到眼前一亮。于是在1932年5月下旬，赵尚志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去哈尔滨下辖的巴彦县，到这里的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当中当参谋长。而比较特别的是，这支队伍的领导层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这支特殊的队伍就是巴彦游击队。1932年7月7日，日本关东军步兵第59联队奉命向黑龙江省巴彦县进军。4天之后，日军占领巴彦县城，不久建立伪政权，
巴彦在满语里是富贵的意思，但是遭到日军占领之后，这里就从往日的富贵之乡变成了人间炼狱。当时巴彦游击队的人数、武器都严重不足，力量薄弱。为了壮大实力，赵尚志带领部队西渡少林河，到巴彦西部地区活动，扩充队伍。巴彦西的地方呢，村庄相对来说比较多，敌人的这个统治相对来讲呢比较薄弱。这个地方呢，进行抗日宣传以后，许多的这个农家子弟吧，和一些特别一些地主大户，他们一听说抗日，是吧？都积极响应号召。部队渡过少林河后，活动于西集镇以北、呼兰县东部一带。在这里，赵尚志的抗战队伍迅速发展，由渡河前的200多人增加到700多人。就在赵尚志率领着抗日队伍蓬勃发展之际，1942年的夏天，松花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许多灾民都流落街头，面对灾情，伪政权的统治者们非但不想办法来救灾，反而还趁火打劫，哄抬物价。面对这样的情况，赵尚志决定一定要解救百姓于水火，攻打巴彦县城。1942年8月30日，天刚蒙蒙亮，赵尚志利用巴彦地区山高林密的地理特点，占据有利地形，并和早已约定好的2支抗日武装，以第一声鸡鸣为信号，向巴彦县城发动进攻。当时呢，这个巴彦县城的这个哈敌人的哈这个情况呢，有日军，有伪军，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当时的地方武装啊，就是保卫团什么这样的，对吧？但是呢，这个由于他们也不知道巴彦余队啊要进行哈这个攻打这个县城的这个情况，所以人采取一种突然袭击的办法，是吧？激战到天亮，巴彦县城被抗日武装攻破，全歼守城伪军，击毙伪军营长，并缴获一大批武器。赵尚志，虽说是在四七快结束的时候，他不是退学了吗？但实际上，大多数的这个训练他还是接受了，他比较懂军事，在抗联这些将领里吧，我觉得他是。甚至可以说是最懂军事的那么一个将领。这次胜利就是震惊东三省的巴彦大捷。此战之后，赵尚志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声名大振。巴彦大捷之后，赵尚志奉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把部队改编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赵尚志任军事委员会第一政治委员。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江北独立师奇袭兴隆镇，长途奔袭康津警车站，而且四处攻打日伪的重要据点和城镇。他们辗转在松花江北岸的10多个县，在北满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一次次的奇袭，一场场的胜仗，让赵尚志的名字传遍了东北的白山黑水。但是在老百姓和抗日战士的眼里，声名赫赫的赵尚志一点架子也没有。赵尚志的外甥李龙听长辈们提起过一些趣事。我听我的长辈来说呢，后来是抗联老同志也这么说，他个头矮，本领大，他是大学生，会用人，就是老百姓说是埋汰，脸不起，那个样子，人家劝他，有的说这就按着他帮他洗头洗脸呢，他说日本鬼子没打跑，我哪有脸呢？赵尚志在东北地区的频繁活动，让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暴跳如雷。
为了彻底清除赵尚志率领的抗日武装，1932年秋，武藤信义调集重兵，开始疯狂反扑，目标直指赵尚志领导的江北独立师。面对强敌，江北独立师不得不选择撤往山区。此时的东北大地天气已经转寒了，日军的封锁也变得越来越严，独立师几乎得不到任何外界的补给，所以人心不稳，物资紧张，队伍也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东北的气候非常寒冷，冬天呢是有5个月的时间，如果这5个月的时间在深山老林的，不用说打仗，就是说生存，生存就挑战一个人生命的极限。冬天如果说在-40度或是哪怕20度，在室外冻死饿死时刻都发生，有的战士就走着走着就是冻死了。为了筹集游击队过冬物资，赵尚志决定率队伍从巴彦县境内出发，向东挺进，攻打东兴设置局。那么打这个县城的过程中呢，这个打得比较艰苦，在这个东兴这个十字街这块呢，打仗的过程中，赵尚志在前线指挥嘛，完了一个弹片呢，这个正好打在这个左眼这个。几年的时间当中，赵尚志可谓是九死一生。面对着接二连三的打击，即便是受到上级的误解，赵尚志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过，时刻准备着再赴抗日战场。1933年10月，经过中共满洲省委的批准，赵尚志在诸河县委的帮助下，在诸河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创建了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此后不到1年的时间，在赵尚志的带领下，诸河反日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从最初的13个人2条枪发展到450多人。而在随后的对日游击战中，赵尚志带领的队伍不仅连连得胜，规模更是日益壮大，这也成了日军的一块心病，甚至在日军的讨伐部队里多次打出专打赵尚志的旗号。1934年8月的一天，几架日军飞机飞抵赵尚志部队活动区域的上空，让人奇怪的是，飞机没有投下炸弹，反而撒下一堆传单，传单上的内容是父亲赵振铎写给赵尚志的劝降信。在这封劝降信中，赵振铎这样写道：为父身患重病，神志昏乱，命在旦夕，望孝顺吾儿接到信后，一定深系全家人之安危，尽早归顺大日本皇军，此乃上上之策。赵尚志的父亲赵振铎在辽宁省朝阳县时就是当地的民主先驱，他为何会给儿子写下这样一封劝降信呢？原来就在几天之前，日本宪兵队秘密抓捕了年老体迈的赵振铎，
他们用酷刑威逼着他给儿子赵尚志写下了这封劝降信。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赵尚志在接到信之后不仅没有理会，甚至都没有表露出任何要去救老父亲的意思。那么赵尚志当真是铁石心肠，要弃老父亲于不顾吗？事实上，赵尚志也曾想去营救父亲，然而在仔细阅读过劝降信的内容之后，一个细节让他恍然大悟。我姥爷啊，那个知道他那个参加革命，这很可能牺牲，很可能家里都被连，他们爷俩就私定了一个，就是如果有乱命俩字连在了一起，就是不得已而为之。正是劝降信中的两句话，神志昏乱，命在旦夕，赵振铎将乱命两个字巧妙相连，蒙蔽过敌人。劝降信发出之后，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日军连赵尚志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无奈之下，关东军只好将赵振铎释放。父亲被捕的风波并没有使赵尚志停下革命的脚步，反而是更激发了他的斗志。从1933年10月到1935年末，不足12万人口的诸河县就有6000多人跟随赵尚志浴血抗战，几乎家家都有人参加战斗。游击活动的区域也由当初的三谷流一带扩展到松花江两岸小兴安岭山路的40多个县。此时赵尚志所在的队伍已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兼第1师师长。36年，一年的时间，打仗100次，颠覆敌人军用列车97次，击落日军的战机一架，然后冰趟子战斗打死日伪军100多人。他有一套独特的游击战的一个打法，觉得不打那种攻坚战，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骁勇善战的赵尚志凭借着杰出的军事指挥能力，利用东北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形环境，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带领战士们在冰面上、在雪地里、树林中与敌人展开战斗，打得日军焦头烂额，惊呼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日军为了能够巩固其东北基地，于是调集了数万名日伪军，对抗联发动了疯狂的围攻。1939年，日伪军曾经悬赏10000元通缉赵尚志，悬赏词写道：“一钱骨头一钱金，一两肉得一两银。”不仅如此，日军还多次派遣特务混入到抗日队伍当中，企图想要暗杀赵尚志，但是均未得逞。诱骗暗杀赵尚志是伪满洲国兴山警察署署长田井久二郎和特务主任东城正雄的主要工作之一。为了查证这段历史中的细节，我们走访了黑龙江省档案馆，在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日伪历史档案中，就详细记载了一场大阴谋的整个过程。1942年2月初，一个名叫刘德山的皮货商人找到了正在为活动经费而发愁的赵尚志。在赵尚志带领的这部分抗联队伍最为窘迫的时候，刘德山毫无条件地向赵尚志提供了帮助。那么这个看似是雪中送炭的皮货商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他又有着什么样的打算呢？根据档案记载，刘德山的真实身份压根儿不是什么皮货商人。
而是日伪派来的特务。他用日本人提供的活动经费，打着帮助赵尚志和他的队伍走出困境的幌子，麻痹赵尚志，骗取他的信任。赵尚志他主要什么呢？这个发展队伍、扩充队伍，这个心比较急切，所以说呢，也就信任他了。刘德山骗取赵尚志的信任后，由于大雪封山，没能将赵尚志的活动情报及时送出去。长时间未能收到情报的东城正雄决定派出另一名特务张玉清进入深山寻找赵尚志。这一次张玉清发现了赵尚志的行踪。起初对这位蹊跷出现在眼前的陌生人，赵尚志十分怀疑他的身份，但是刘德山谎称张玉清是来找他的，就此打消了赵尚志的怀疑。就这样，两名敌人的特务潜伏到了赵尚志的身边。此时内有特务，外有敌伪，一张针对着赵尚志的阴谋之网已经拉开了。为了抗日大计，赵尚志率领着抗联战士们奔波在白山黑水之间，寻找着一切可以打击敌人的机会。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此时危险却是离他越来越近了。1942年2月，农历年关将近，由于部队严重缺乏给养，加上日本特务刘德山的极力怂恿，当月12日凌晨，赵尚志率领小分队准备袭击鹤立县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此时赵尚志并不知道，所谓的梧桐河警察分驻所兵力空虚，只是一个诱捕他落网的假情报。向梧桐河前进的时候，刘德山走在前面带路。当队伍走到一个小菜园门口的时候，刘德山谎称要去方便一下，顺势走到了赵尚志身后，朝赵尚志开了枪。子弹从赵尚志腰部穿过，赵尚志在倒地的同时抬起枪击毙了特务刘德山。最后重伤的赵尚志被埋伏的敌人逮捕，带到日伪警察站连夜审讯。佳木斯伪三江省警务厅，时任伪三江省警务厅厅长的田中耀次命令锯下了赵尚志的头颅。这里就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松花江畔，就是在这里，日伪军将已经锯下头颅的赵尚志的遗体扔到了松花江的冰窟窿当中。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这首赵尚志将军曾写下的诗作，就是他短暂而辉煌一生的真实写照。赵尚志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面旗帜，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志士仁人，一个非常坚定的爱国者，忠诚的共产党员。赵尚志牺牲后，人们用各种形式纪念这位民族英雄。为了表彰赵尚志的抗日功绩，并永远缅怀这位抗日英雄，1946年，黑龙江省诸河县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通过决议，
把诸河县改名为上志县。原松江省决定将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上志大街。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和杰出领导人之一，赵尚志战斗的一生将永远被后人铭记。